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元神的塔 5.2 到 5.3 卡池大调整，三神级爆卡池，火神命座曝光，后台过火来袭，元神那塔火神马威卡技能机制泄露。5.2 到 5.3 卡池大调整，三神级爆卡池，火神命座曝光，后台挂火来袭，各位元宝们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消息带给大家吧。首先就是 5.1 到 5.2 卡池角色登场的相关消息了。就最近网传的消息汇总来看，卡池角色登场的变动还是比较多的，尤其是复刻角色。 5.1 卡池的新五星是希诺宁，就不多说了。 5.2 卡池是恰斯卡欧洛伦登场。 5.1 卡池复刻角色是之前提到的千之纳西达胡桃。5.2 卡池复刻的角色分别是温迪伞兵仆人复刻，也是目前说法最多的版本，真的是一天一个版本，现在真分不清谁是真舅舅谁是假舅舅了，不过之前的舅舅还是很稳的。而说起火神马威卡的登场时间和角色定位，也是很多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。根据最新的消息，有关于命座和专武的消息来看，火神灵命具有后台挂火的能力，但是频率低，二命可以提高后台挂火效率，以及火元素相关反应的倍率满命，满足特定条件后释放大招重置全队夜魂迸发的 CD， 并增加全队 200% 的攻击力，专武特效也是增加全队的攻击力。这么来看的话，火神马威卡大概率是个低命 C， 命座补辅助能力倒是有点雷神的味道。灵命脱手挂火二命 C 满命给拐，而火神马威卡的登场时间据说在 5.3 卡。